接着再来关心美股的部分，道琼工业指数目前来到了17782点，下跌了45.92点；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3.16点，指数来到4778点；而标普500指数呢，则是2067点，下跌了5.27点，跌幅达到0.25%。